单逛家居。你好，苹果日报。你好，是的，咱们高小妹照惯例来到丰富大百货抽水印。好，很巧呢，遇到51岁的吴大维啊。哎呦，关木姐，品味跟高小妹我一样呢，只是他形影单只，看起来略显落寞。大卫阿贝可能又赶紧让谁给太秀么？背着电话那一头，哎，该不会是扣二给女友短发妹吧？那你女朋友吗？你女朋友吗？是啊。这情史丰富的大卫阿贝啊，曾和林熙蕾、孟广美、赵薇、张本煜、徐怀钰等等等好多人有过一段情。但是近2年是伪交圈外女友短发妹，还曾被咱们知己甜蜜牵手下 dating。那你有结婚的打算吗？结婚。不需要回答这种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娱乐动新闻，好啦，有好消息记得要跟我们 update 就是啦，报道。